龙潭防火先导队由分队长吴冠英分队长所引领的神器组，我们各位乡亲朋友们，午觉进场，午觉进场。各位，我们前方会有鞭炮，燃放鞭炮，请注意小朋友，还有我们这边的，再稍微往后退一点啊。各位，在午觉上是白城童子，各位在午觉上，这个是我们难得一见的斗教，各位双手合十，在神教上是财神童子，财神童子是所谓的善财者啊，所以各位双手合十，可以向我们的财神童子来祈福，保佑大家阖家平安，各位鸿图大展，各位财源广进。南风炮，北天灯，龙潭迎财神。唯有在北台湾看到的斗教，就是在我们的龙源宫庙城广场前，各位可以看到两顶五轿，两顶五轿面对面在斗教。这个有就是会神的意思哈，会神的意思，所以在五教上面是我们的财神童子，财神童子会带来祈福，各位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及您的欢呼声，斗教带给大家平安健康，请大家来掌声要好，请各位热情掌声给予我们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好，我们这请我们工作人员啊，请指挥一下。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即将午觉要来进场，午觉即将要来进场。我们请所有各位乡亲朋友双手合十来迎接财神童子。好，我们要请所有现场的所有的摄影师所有好朋友啊，也要注意安全哦。也要退一下哈，不好意思，舞台这边哈，麻烦请来，谢谢所有舞台的所有的好朋友。教上是财神童子，各位双手合十，向我们的财神童子来祈福，来庇佑大家阖家健康，来祈福。好，各位我们在舞台上的左右两边的各位乡亲好朋友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请让一下哈，让一下。好，接着我们的文教，在我们的教上呢。在我们的轿上是我们的五谷三农大帝以及财神爷，
台上这边呢，我们稍微中间让开哈，因为我们观众朋友哈，我们稍微让一下哈，哎，进入，这个是我们巧圣先师啊，各位知道巧圣先师所在从事的行业是什么？是的，木工装潢啊，谢谢会长，感谢我们巧圣先师会，谢谢。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尊要进入到我们的正厅，各位可以双手合十来迎接圣驾。一消打火兄弟，请将前方的大轿，我们前方的大轿，我们请移到后方来，我们请移到活动中心。好，我们有请一消打火兄弟，我们将我们的大轿，我们移到后方的活动中心。
谢我们，感谢何毅先师，对各位大家感谢，辛苦了哈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有巧胜，请问何业先师，何业是哪一个工作行业别？水泥的。是水泥哈。说是水泥。来，卢工先师。卢工先师，对。现在是由卢工先师来激动。来，我们前方这边的乡亲好朋友，我们请让开哈，谢谢啊。我们知道炉工，各位知道炉工的行业别吗？铁工哈，是的。好，我们在前方的各位乡亲朋友，我们请让一下道路，请让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这前方，